这种类型游戏，这个是 MOBA， 他们都扔针了。和红蓝风要换他们那个，对，就是一来一个老大呗，对，就是你不用选这个。这个以外的其他的就可以慢慢想，因为最想一个商量。还有什么？都可以去，就看你等什么。别搞了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。首次以来，那我们可以现在走吗？现在吗？这工作准备成功这么久，没玩过。咱俩的吧。嗯。能睡着吃啊？啊。一个退休礼物，一个。分析。阿文。你可以私底下聊一聊，谈判一下。行了，好了，没事儿。行了。这个最着我。这个你不要。为啥？太这个不跟你抢。为啥？不用，我就跟他抢。这是你们每边的一个军师。不，哪个操作更简单一点？程咬金还是行？这个上下中是啥意思呀、啊？其实你上路、下路、中路。那我就拿他，我就非要走上路，可以吗？你要想的话，你也可以。安琪拉是走下路，安琪拉有点做作，我觉得。安琪拉其实是走下路。就想他左翼。程咬金了，程咬金了，来吧，程咬金了，程咬金了。程咬金不是最厉害的。我就不需要最厉害，我只需要不丢人。墨子是谁？墨子是一个，墨子是一个 ADC， 什么战士？我们好久没玩过了，到时候喊就行了。阿贵救我，救我！爱吕布，你的貂蝉在哪里？貂蝉哪儿都不去，一直在我心里住着。我的个妈哟！这几轮选人，这个糟，但是相应的伤害也高了。你的貂蝉和别人结婚了。貂蝉妹妹如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得以妻子，在下也是十分闭嘴，你告诉我，爱吕布。明后差遣 ，no， 你跟岳明辉吗？你和赵云谁厉害？我家貂蝉一直劝我能动口不动手，这个人工智能烂小孩。不 OK， 海吕布，我在。你是不是妻管严？在下不受任何人的约束，就算是我最心爱的貂蝉妹妹。哎呀，这人工智能很厉害啊！没压力，带谁都是一样的。我要两个亚运的。啊，好，都肯你们两个队。你们两个队至少会有两个亚运，每个队至少都会有两个亚运，两个你们两个人加两个选手，要么两个亚运的，我看看你们五个选手可以选，然后再加一个主播，第三局是女神保驾，两个女主播一定放在第三局。你会在整场比赛就是我会给你们准备好手机，准备好手机，然后我会给你手机是满意吗？然后给你们那个再好的明灯，你坐这儿。要不哎，我把手机给你们先调一下，你们自己喜欢的明灯。可以给我们吗？我可以先给你们调，但是要收回去。没事，只要调成那个都是150。好，150就可以是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哇，这太专业了这个。对，这是比赛吗？那会不会到时候变成多柔小攻？想不着你是女英雄。坐这儿就有那竞技感就出来了，快点。是的，是的。真的坐这竞技感就出来了，可以控制敌方英雄，上冲了，小弟上。哎，不叫你们其实说话的话是在这个前方。不是我真不会打，我就说实话，我打过两把人。他是王者，他是王者装备的，带着你们吧，官方的人。那行，那一会儿麻烦。可以，大哥带，我跟你说，这什么线上叫线扎耳朵眼。这里边不是补别人才有钱对吧？不敢过去，快去！大哥，就这个，你可以干他吗？没有大，大哥，看一下你队友不在，走吧，开大。哦，大哥，我有大了。有大的时候你就横着走好吗？横着走，大哥，大吧，有大点，我们有大点，但是人多的点，没关系，你用大。大哥，干你！开大，一杀四死，我这是比较坑的，对不对？这对面有个一杀七死，好吗？有点坑。那大师都怎么写的？非常有大师风范。就网上那个大师。要对你这。不行，你还不够大师，你得再摇曳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收了神童吧。随风摇曳。可是这样，他们就能拿我的手印去贷款的之类的。按一下手指。在。男左女右，嗷嗷！但按了之后，他就可以一起结婚了。因为手印已经被他们喊出去了。
帅的神，你为什么是你练过掌吗？老年纹都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哎，你看这个、都能拿这个给我算命了，你知道吧？哇，你这不行，这你这真的是可以抠掉，你这把指纹都印上去了。开始，开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来，你倒车吗？他的，我来接你加加几个。你俩人有毒吧？啊！我俩在泰国的时候，老岳说要带我们去泰姬陵玩去。对不对？泰姬陵不是泰国的。对，泰姬陵确实不是泰国。你知道吗？他说完之后，我说我可想去泰姬陵了。赶紧去吧，走啊！第二天赶紧去，我去怎么去？记那事儿之后，我说红薯不你看，记那事儿之后，我说红薯不是红的吗？老岳，红薯不是红的吗？对对对，真瘦！快刷一句，怎么能被锤死呢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。我们三个人同时锤一个人，结果被这个人三杀了。刚才我们可能没锤死呢，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。